傅，今日喺呢個網絡平台，你係咪想講下富息八百條門棍咧？係啊，我哋富息八百門咧，由傅老師即係一路傳出嚟嘅功夫咧，佢嗰啲套路啊，佢包括有八卦、形意、太極啊呢啲咧，全部都係精品嚟，係內家拳。佢嗰種靚法同埋嗰種功力嘅心法咧，我哋係冇得去質疑，亦都冇資格去質疑。我哋只可以玩得唔好咧，只可以係怪自己玩得唔好嘅啫。佢附加嘅拳本質係好好嘅。咁而家咧就講下呢個奇門棍。奇門棍咧就係我哋八卦門嘅一種嘅兵器嘅器械，佢咧係亦都係屬於內家拳嘅套路嚟嘅。即係咧，我哋咧就係、用八卦掌嘅演練嘅手法，去即係將個手搏長佢，愛嚟練氣功一樣。我今日想咧就喺呢個平台講下武當派富息八卦奇門棍。講到棍咧，我就諗起就武術前輩咧就曾經提過，棍係百兵之祖，即係所有嘅兵器咧都係以棍做頭，唔係話佢最打得，就即係先練棍。棍係藝中嘅揮手，話佢如果你識得棍咧，你好多嘢好多兵器咧，你都識玩噶。咁啲前輩有話喎，佢話若能棍啊，則諸利器之法從此得意。即係如果你嘅棍練得好咧，你玩乜兵器都掂嘅。咁奇門棍佢係內家拳棍，佢係一點一滴都冇槍法，係純棍，係好罕見嘅。咁傅老師咧就係同佢嘅師傅賈其山啊，佢哋兩位咧喺呢個不平公開表演過，咁咧嗰陣時候咧極為轟動啊，好受歡迎。因為呢一套棍咧係由八卦祖師董海川晚年創出嚟嘅，係好珍貴。點解係我知道係董海川祖師佢創咗呢條棍就係由佢創咧？因為我存有一張好舊好舊嘅八卦奇門棍嘅棍譜，佢清楚寫得好明啊，就係話係董海川先師親傳。為了代代相傳呢，因此呢傅老師呢就是聽從他的師傅賈其山的吩咐，那呢就說承傳到每一代都不可以改動一朝一夕。師傅，那奇門棍的特色是怎樣的？那現在呢就我就講一下他的特色。富息八卦奇門棍呢就佢有佢自己嘅特色嘅，因為我哋八卦門佢本身咧，我哋都有槍法同埋棍法，兩者咧都喺武林好出名。正如前輩佢哋所講嘅，槍似遊龍，棍似魚啊。咁所謂咧，棍打一大片，棍法如果你演練個風格咧，就可以分為兩類嘅。第一種嘅棍法，佢嗰個打法佢唔多，但係佢係側重喺技擊。另一種咧就係佢打起嚟，佢玩得相當靚，咁跳得高彈得遠，嗰啲姿勢又優美，咁咧就係呢種叫做武術棍法，即係跳舞嗰個舞。唔係真係我哋搏擊嗰種行棍，
本門的棍條呢，那些奇門棍的那個棍的質地呢，就是我們呢一定是要用藤去做。咁咧，佢咧就係同少林寺佢啲外家拳棍咧，佢哋係用木去做材料嘅。基本上咧，少林寺嘅棍法咧，佢哋咧就係三成係棍法，七成係槍法。點解佢會係咁咧？就係相傳啊，喺宋朝嗰陣時候咧，啊有一位猛將楊令侯，楊門女將嗰個頭頭啊。楊令侯，佢第五嘅仔咧，楊五郎啊，佢咧就係、是、打仗輸咗，就走咗去少林寺避難啊，順手仲出埋家添。咁因為少林寺咧就係佢唔俾佢帶兵器嘅，所以佢咧就掹咗嗰個槍頭，嗰個槍嘴啦。咁啊，拆咗之後咧，咁佢咧。就是變成棍，所以呢他就將它傳了給就是那些真人。玩奇門棍呢，那個握法呢，它很靈活，它可以滑把抽棍，長短兼備，又可以呢哨把並用，即是棍頭棍尾都能夠用的。那麼多年呢就可以練到個順逆螺旋力內勁，佢由身體裏面經過嗰個藤條啊，嗰、那個藤棍咧，咁咧就一路透出嚟，啊，佢唔會害到自己身體，即係唔會對自己嘅身體有咩傷害嘅。如果嗰條棍太過硬咧，你碰到硬物嘅話咧，佢嗰啲勁啊會走翻去你自己。用棍那個人的身上就比較容易傷害到自己了。師傅，這個腐蝕八卦奇門棍有什麼用法呢？各門各派、啊、都有很多棍法。通常呢就是很多門派呢，他們是單頭棍，他們可以分為左手棍和右手棍。我舉個例子，當你的左手握住那個棍把 在前面呢，我們叫做指棍，那是它的前鋒手的主力的手就在前面，那你右手呢就拿著棍頭在後面呢就叫做武，所以就是叫做左棍。那相反呢，如果你用右手拿著棍把在前面，就是叫做指，那呢他的前鋒手主力手就在右了，左手他揸棍頭呢就在後面叫做武了，也都是叫做右棍，所以左右棍他們的分法就是這樣。但是我們奇門棍呢，因為我們通過前手就合右邊那隻手，就是這樣合那呢的動作啦，去換手調把的招式，它呢就是陰陽的變換呢就靈活了，它的就是那個頭尾呢變來變去，它很靈活，是純棍法。由於它是換手調把，即、就是我們這樣跳，即、就是這樣換來換去的話呢，那它那個動作進行呢就是他是動緊的時候呢，一路動一路個步一路動，他就一路換，那他呢就是個陰陽半變換呢就是莫測高深。那呢有人呢大家一碰到的時候呢是防不勝防的。換手吊把呢陰陽變換的作用呢，是除了在前面的招式，即是將人圓的時候呢，咁佢後來嘅動作，因為佢有變啊嘛，就變咗咧係後嘅動作就開始，即係前面係啱啱係尾聲啦。咁咧佢因為佢調把就將前咧就變咗後，將後就變咗前。可以咁講，通過呢個換手調把咧嘅動作咧，啊，
令到嗰個棍法佢喺前邊嘅力盡咗嘅時候咧，佢後力咧又跟住又生翻出嚟啦。咁咧亦都表達出咧每一個姿勢、每個招式係相連啊，每一個式咧就緊隨另外一個式咁嚟出。咁另一種嘅較為通俗嘅講法咧，就係話咧，就係當嗰個棍嗰個力去到最盡嗰陣時候咧，我哋俗語就叫做死棍，呢一條棍就已經係即係老啦，死啦。咁但係我哋經過呢個換手調把之後咧，佢咧係就將呢個棍咧就咧變翻做老啦，即係由老就變翻佢重生，即係由老死就變翻再重新生過，即係咁樣。我喺武林已經超過50年啦，超過半個世紀啦，我從冇見過一套武當內家拳嘅純棍法。佢哋喺演練嘅時候咧，佢嗰個陰陽變化得咁靈活，發揮得咁美輪美奂啊，多姿多彩，係呢條奇門棍係真係不可多得。咁我再想講一講咧，就本門獨有嘅換手調把、陰陽哨把嗰種靈活善變，咁咧而帶有呢個攻擊嘅威力，同埋嗰種法勁，咁亦都可以話咧，嗰支棍嘅頭尾都係可以去攻擊人嘅。例如嗰個哨劈把掛，或者係個把劈哨掛，或者個哨擲嗰個把蓋落去，咁或者哨劈啊把挑，可以一個姿勢變成一個姿勢，咁咧就係、是、一時咧就係、是、把，一時咧就係、是、哨啊。咁咧同埋我哋仲有一下咧就係、是、本門獨有嘅獨腳打旋風啊。咁咧佢咧就是、單手持棍，可以用旋風嘅威力橫掃一下，咁咧就可以咧就通過呢個滑把同埋換把，咁咧而令到個棍法咧千變萬化啦。咁我哋如果拎棍去同人哋對敵嘅話咧，通過呢、這個換手調把，加埋八卦步法嘅閃箭騰下，令到嗰支棍咧嗰、那個哨把翻飛，快搶慢劈啊，即可以咧就係、是、突出本門嘅棍法嗰種勇猛。佢快如閃電嘅獨特風格，八卦奇門棍就點樣先至會係有一條好嘅棍呢？咁我哋咧就最緊要係用嗰個質料一定係鐸，但係你哋揸起手嗰陣時候咧，嗰、那個粗幼咧要適中，就即係啱你自己嘅手型咯。咁咧就叫上品噶啦。咁嗰、那個八卦奇門棍嗰種握法咧，即係揸嗰個棍咧，就係、是、有五個揸法。第一個咧就叫做合盤手，第二個咧就係、是、陰陽手，第三個咧就是、單提手，第四個咧就是、穿叉手，第五個咧就係、是、混元手。咁咧而家咧就佢講到佢嘅用法咧，佢咧就係、是、有輪掃劈崩。點撥蘭風撩挑掛托架壓有14種用法。咁師傅啊，請問一下點樣可以練到好嘅八卦奇門棍？好啊，等我將我自己所知我又講下。當然啦，呢一條棍咧，佢係由武當山出嚟嘅。咁亦都係內家拳嘅棍法，亦都係八卦門嘅棍法，所以佢練習呢一套棍咧，就必須咧就係、是、用八卦拳嘅身法、手法、勁度同埋佢嗰種嘅氣功。
佢嘅左右手合掌嘅陰陽換手吊把咧，係好靈活。佢能夠由嗰個直力就變為滾力，亦都係可以變成壓力。咁咧，同埋發出由呢個湧泉穴啊上嚟嘅順逆螺旋勁。你兩個手臂咧，一個屈一個伸，可以令到嗰個棍嘅勁咧產生好似波浪式嘅彈力。咁又要咧自己咧又要多啲練下嗰個陰陽變換喎，即係咁樣拎住條棍係咁變嚟變去變嚟變去。咁樣咧就當你嘅一個陰手壓滾，陽手咧就直擊去殺敵。但係咧，我哋咧乜都係假，一定要用腰力去做先得嘅。後手嘅八勁就係咧為最次要，就首先你個腰喐咗先。後手就八勁，跟住咧就前手先至八勁，即係咧先腰再右再後面個嗰個手八勁，跟住咧就前手。而家咧我咧就試過同一個國內，大約喺舊年度咧就搭個手，大家坐喺個車嗰度咧，就收尾就落咗車，就喺出面個公園搭個手，但係我就發覺到咧。而家佢哋嗰啲北京嘅搭手方法咧，就係同我哋陰陽調把換手嗰個招式完全一樣，佢就係咁。你一埋嚟咧，佢定佢就係咁樣搭。而家我覺得喺國內咧，佢哋都開始有呢樣嘢啦。好啦，我再講下喎嚇。咁你練棍嗰陣時候咧，我哋最緊要咧就唔好。將個棍咧就離開個身咁遠，一定嗰個棍咧一定唔好離開個身，一定要靠住自己個身。咁咧，你嗰個力一先透得到啊！對敵嗰陣時候咧，有一樣嘢係好緊要，一定要係黏住對方個棍啊！即係唔好話，即係你唔黏佢啊！咁點解你要黏咧？因為你一黏住佢咧，你咧就可以順住佢嗰條棍。亦都可以順住個勢咧，就打落佢只旋風手度。咁如果我哋再加埋八卦步嘅擺扣做基礎，以個腰就為軸心，令到嗰條腰脊嗰個勁咧灌落去個棍身嗰度，令到嗰個棍同個身合一，嗰個勁咧就可以去到嗰個棍尖噶啦。咁啊，但係有一樣嘢係必須要剛柔相濟，唔好喺度噼噼啪啪，或者一啲勁度都冇，咁咧先至係令到你嗰個身手靈活。如果你唔係剛柔相濟咧，就變咗係好僵啊。咁如果係想練得嗰個八卦奇門棍法係好嘅話咧，咁以下咧有幾個通則咧，就大家。都要注意一下嘅，一定要先練好腹式八卦掌法，同埋要知道佢嘅權理，好似佢嘅步型啊、步法啊、眼法啊、身法等等咧。如果你想個棍練得好咧，一定咧要拳一定要好，因為我喺武林咁多十年啦，我從冇見過器械玩得好，而佢嘅拳玩得唔好。佢嘅拳一定要玩得好，佢嘅器械先至會好嘅。咁第二度咧就係要練到咧招招，即係每一招式嘅棍法好清晰，一下一下清清楚楚。每一個勢都要好工整正確。第三，棍嘅招式嗰個方向啊，運勁嘅先後同埋擊打點咧要準確，你敲落去一打落去咧就一定要準，唔好話打歪咗。咁你想運呢條棍運到好高水平嗰陣時候咧，你咧一定要靠八卦步啦。八卦步所以係好緊要，八卦步咧就可以咧就令到你移步
報喚型啊，同埋咧，同埋發出呢個攻擊嘅時候咧，你咧就喺走步嗰陣時候咧，你咧就跟住就出棍。第五咧，你接人哋嗰個時候咧，就一定要虛啊。攻擊人哋嗰時候咧，你一定要實啊。嗯啊。第六啦，嗱、啊、有一樣嘢，呢樣嘢就比較上咧就難一啲嘅，就一定咧就要用聽勁啊，即係咧嗰個當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對方，我哋嘅對方啊，佢嗰個夠力，即係嗰個夠力嘅就啱啱先開始退，而嗰個新嘅力咧仲未出得到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喺嗰個時候咧就係、是、出擊佢，嗰、那個勝算就會高啲。同埋咧，我哋咧就要剛柔並用啊，黏黏跟隨啊，你要順佢嘅勢，借人哋嘅力，攻其無備啊。咁有一樣嘢咧，就係好緊要嘅。我哋玩奇門棍咧，就千祈唔好將人哋嗰個棍彈開，唔好話要啪一聲咁彈開對方嘅棍。啊，如果你係彈開對方嘅棍咧，變咗你敵我嘅棍咧，即係對方嘅棍同我嘅棍咧，黏唔到啊！黏唔到嘅時候咧，我哋都唔知道對方嘅虛同或者實，咁咧就變咗咧就自己啊蝕底啦。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就千祈唔好發棍，唔好去攻擊。第九咧。咁啊，亦都係最後呢一點啦。手眼身法步棍必須要協調一致啦。咁我哋要體會一下轉身嗰陣時候咧，我哋咧就以嗰個腰為軸心啊，嗰、那個棍隨身轉啊，眼隨嗰個棍行，嗰、那個腳一喐咧，嗰條棍就起啊。咁嗰、那個。嗰、那個步一落咧，個棍咧就要停啦。最緊要咁樣。好啦，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就講住咁多先。腹式八卦奇門棍咧，暫時就講到呢度。而家咧就請李慧權同門咧，就係、是、演練一下呢個腹式八卦奇門棍。請大家多多指教一下。好多謝咁多位。